到了，哦，好激动哦，这是临时决定的。反正感谢我们两位主持人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第一次跟浩峰一起来合作，这个搭档，对对，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非常非常在我们华人这个传统的这个重要日子，对对，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，我们一起来祝福我们的所有的现场朋友们中秋节快乐，好不好？祝大家阖家平安，阖家团圆，万事都如意哈！谢谢谢谢。那么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第二首歌曲，好不好？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在新加坡了当红的歌曲，对，《山顶的春天》，送给你，谢谢。对，刷顶的春天，山顶的春天，谢。春天，山里的春天，刷顶的春天，谢谢，谢谢。
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掌声，也感恩大家能跟我抽空来到我们的例行会，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抽出的宝贵时间，谢谢大家坚持到最后，真的真的。